这边是脊髓损伤潜能发展中心，教一些后天下半身瘫痪的人来这边学一些生活自理。快让他自己爬起来，这样怎么爬起来？但什么时候遇到这种坎呢、啊？像捷运的车厢，带你们来做一个放生的课程。这是什么？轮椅大逃杀！救命啊！这些朋友的心理素质太强大了。每周二晚上10:30，在台湾的故事，杨小黎和你不见不散。